今日为咗今日见工，你带备咗啲乜嘢呢？咁我今日咧，因为见工嘅缘故啦，所以我就着得好啲啦。我觉得我今日都几端庄嘅，同埋我觉得我有少少红色咧，个胜利感强啲啊！我一定要见成噶呢份工。 咁另外咧就你睇下我带咗一大袋嘢咧，就系预备今日嘅。我有一幅证件相嘅，有10个口罩喺呢度。咁我一定要带嘢食噶，我有少少血糖低嘅，水啦，我一定要带水噶，诶戴眼镜啦，有衫啦，化妆嘅嘢啦，有对鞋啦，有多一件褛啦，因为我怕冻嘅。我准备好噶啦，咁究竟其实我今日系做乜嘢工咧？请你攞住呢样嘢，你估下究竟今日系翻咩工咧？ 包装，俾包米线你就谂到包装啊！中女嘅心真系好难估嘅啫。米线就梗系做米线铺嘅啦嘛，终于揾到间米线铺俾你应征啦。经过我哋制作组打通天罗地网，左温右温，又A又西咁，俾晒面生啤啊，先肯俾你见工咋？醒醒定定，打足12分精神啊！唔该。 早晨啊，早晨，想你好。咁我想问你对我哋个品牌了解有几多？我净系知道辣，净系知道辣。哦，唔紧要噶，因为咧我唔惊试新嘢嘅。哦，系啊，系咯，次次试新嘢嘅时候咧，我都唔怕，即系你俾啲好辛苦嘅嘢我做，我都唔惊嘅。想问下你个运数个咩工啊？我过往咧就做过代购啦，做过乐手啦，演唱会嘅乐手。知你做过好多份工啦，不过多系冇用嘅。 因为你最大嘅问题咧，就系佢冇饮食业嘅经验啦，同埋佢一入嚟嗰阵时就到咁靓，完全唔似一个服务行业嘅人咯，所以就令我考虑到底请唔请佢好啦，系啦。学历高、人又靓嘅康子妮，会唔会一嚟见工就塔Q咧？嗯，你工作经验都几丰富，之但系咧好似未有饮食经验咯，可唔可以请你去帮我拎一碗米线？ 试下睇下你嘅手势啱唔啱咧。OK，好，好。店长，慢用啊，好，唔该。好啦，咁啊就你讲翻啦，头先你拎米线嗰个姿势系 OK 嘅，但系就有少少收真啦，咁咪要放定啲啦个人，系啦，手要稳啦，个人要定啲啦。知道，我会记得噶。OK 啦，我请你啦。真系。 我請佢嘅原因係因為佢頭先有叫佢試捏，咁佢個手勢都 OK 嘅，都端正嘅，同埋佢都好熱誠啦，係啦，都好有笑容，好努力咁樣想去爭取呢一份工嘅。即刻用 ViuTV app 同上 viu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